我觉得如果我能像天上太阳给大家带来温暖的感觉的话，我也很开心。我真的太想线下购物了。那我想问一下，明天我发工资，我的工资会不会上涨？最准。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丽丝大叔，欢迎收看本期的 A 班新报道。今天做客我们 A 班的明星是处女座的刘宇，欢迎刘宇。Hello，A 班新报道，今天我报道。Alex 大叔的粉丝们，你们好，我是处女座的 Into One 刘宇。我们两个都是处女座，我们今天聊一些关于我们处女座的一些话题。没问题。我们处女座还蛮喜欢规划的，对，很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一些事情的一些方式。所以你会这样子吗？是对于舞台的话，就是基本上现在的工作都是要有一个规划的过程的，因为你要去了解你接下来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性质，然后呢，你要去准备哪些东西。比如说我上一个舞台，我可能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和队友们一块训练，然后确保自己在舞台上有足够的经验，让自己不失误。所以你觉得对于一个完美的舞台，或者说你理想中完美的舞台，它要具备哪些要素呢？一颗追求完美的心。心态，如果你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的话，你就看你的目标什么样了。因为你有了这个心态之后，不管你的一些努力的方向，你的技能、你的实力或者是你的精神面貌，我觉得都是朝着那个方向去走的。那其实组成完美舞台有很多元素，比如说造型，造型或者是造型元素，你觉得在你心目中哪种造型元素是你现阶段觉得它是一定要有的，或者你很追求的？造型元素，我觉得阳光，我觉得阳光给人带来的感觉非常的温暖，就像是我们天上太阳一样，它给我们带来也是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能像天上太阳给大家带来温暖的感觉的话，我也很开心。所以你希望其实你的舞台，你的造型元素是能够给人带来感染力。是的。那小雨，我知道你也是之前有在汉服的一些推广，包括我们的中国风的一些推广也很热衷嘛，然后现在你又在一个国际男团里面。是的。所以从你来说，关于古典与现代的这种完美结合，你觉得它的那种能够平衡或把它融合得非常好的元素是什么？或者说你觉得怎样的一个状态才是刚刚好完美融合在一起？因为我自己其实刚没有参加节目之前，我其实是一直学习的中国舞嘛，然后来参加节目之后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是中国舞的板块，然后当时我就说如何将自己融入一个团体当中去，就去感受他们的其他的舞种的美，因为其实世界上所有的舞蹈我觉得都是美的，你只要去感受到了，自然而然和你所学的专业进行一定的结合，你会发现哎，这其实融合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美的。那其实就像欧舒丹，他这一次也用到了中国的桂花，对，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别特别巧妙的融合。对，因为欧舒丹是一个法国品牌嘛，然后桂花是一个和我们东方和我们中国风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跟你很搭的。谢谢。然后现在其实成为艺人以后，不管是从自己的营业的一些技能上，就是要精益求精，越来越强。其实关于保养方面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你有什么保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比如说我们皮肤会在秋冬的季节或者是夏天是有干燥嘛，然后一定要用身体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润的作用，然后呢也可以保证你的皮肤不会干燥起皮，比如说穿衣服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刺痒的感觉，就是皮肤缺水了，这时候你就要用欧舒丹的身体乳来给你的皮肤滋润一下。而且也是我们桂花系列。是的，桂花系列。对，现在出价非常多吧？蛮多的，每天都飞吗？几乎也不是每天都飞，因为还是要很多训练的时间。训练的时间，就训练时间基本上待在北京，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是飞其他城市。因为我们处女座其实还蛮需要一些那种能够随身携带或者看得到的一些有安全感的东西。是的。那你出差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带某样东西啊，让别人觉得哎干嘛，为什么你会带这样东西，有没有这种习惯？有，除了箱子之外，就是欧舒丹的桂花系列。对，我会带身体乳和沐浴露还有香水，是真的。我这次来杭州，然后也有随身携带，因为我自己在宿舍已经用了快用到一半了，因为我用量非常大，我每次觉得处女座因为洁癖，大家理解一下，多用，然后我就这次也把我正在用的那套也带过了。所以现在出道之后
线下购物的机会还多吗？真的不多，真的不多，我真的太想线下购物了，所以只能在用手机 APP 来线上购物。是，最近买了什么吗？买了一些衣服、鞋子，然后欧诗丹的我的老师们对我非常好，给我们队友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然后后来我一想，我觉得不行，我得送我妈妈一套，然后我自己也付了定金。哦，给妈妈准备了礼物。对，那你现在在线上购物的话，除了就是一定要送别人礼物，就买给自己的话，你最看重什么？如果买给自己的话，一定要满足感。就是它不一定要贵，但是我买了要开心。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并不是它越贵越能满足你，有时候你买了很贵的东西，你可能心里还有一点罪恶感。对，对，我不应该花这个钱。对，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特别想吃一个甜品，你上网买它个十箱，那你会吃完吗？不会。然后分发给自己的工作人员养肥他们。对，那你如果是买一些护肤品的话，你看中什么？一定要它的使用感对吗？它的滋润度得好，就是它给我的感觉一定是不追求它有特别特别牛的功效，但它一定要让我有安全感。你像比较让我们有安全感，就是像很天然的一些成分。是的，天然。对，像我们的欧诗丹的话，其实它就是萃取一些很复杂的一些工艺嘛，才会得到这些很天然的成分，所以不会让我们觉得有用起来会很有压力啊，会觉得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带来刺激感。它是很天然的一种香味，你闻到之后你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赶紧去闻，赶紧去。